亮亮在挑食物了。加好吃的面包。真是会不吃东西要干嘛？你看有多坏的老板，他上一次看进阶巨人看到谁？没有看到那个看到半夜三看到直接睡在沙发没有睡着。谢谢各位，你看看你的女生下次送礼物啊，进阶 no 各位，今天是吉老旺的生日，来再来唱一下生日歌吧。好，老板生日快乐。三，不用，祝要喝一口，然后对嘴喂。你敢喝的吗？怎么会这样子？因为我看到剧本之后，我也以为是这样，然后后来我再多看几次，就哦，不是，是灌他。这什么煮法？因为你灌的话，一定一般人就拨开啦，所以一定是喝完要吐。对，这样编剧可能接下来会更想念。谢谢大家。私底下有点关节。所以你知道他的怪癖吗？我不知道。下来，他录下来，他说他很在意女孩子的指甲。不好，那我看你指甲。他说，哦，你看啊，我手很漂亮，手很漂亮，有事吗？我来一下，再来一下。哇塞，已经第四根了。另外一边很像那个猴子，还是对，是在拍球那边抓。对。我刚刚突然连续拔了四根，为什么那么烦躁？其实是一个很沉默寡言的人，是看别人播放的时候才觉得。没有，因为我今天大概只有这四个小时，现在有点精神亢奋，不要乱了啊！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第二个本人对死亡。导演选的任何没有台词的，他自己都可以加成三十分钟的戏。志伟，今天就要来跟您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叫死亡？一个人只要心中有爱，他自然可以说出任何的话出来。爱，他想去。我感觉到那个风。怎么样？看我打还是怎样？哎呦！怎么打到我了？打不完，不死下雨。严肃的，太难了。自己太笨吧？不要，起发！起！没完全倒。我再看到了。刚刚好像有我没有的药。进鬼！刚刚想要对喝醉的齐老板做什么？我想要知道。他想把老板带走。对，我家缺钱，他刚才没到黑卡。拍反应卡，收掉。刚刚在模仿那个音乐，就是他在做这样。他在没事做的时候都会做一些这种怪的。我今天把它做第一个动作，所以我来把它弄成第一个妹妹的动作。这个。哎呀。
发呆。晨曦海尼根独特风味，清爽顺口，自在进行。全新 Heineken Light， 就是要跳。暑假刀头巨献。Everything you heard about monsters, I believe, is true. 八月三十，骸骨之城。不能酸。妈妈都是孩子的头号粉丝。精彩时刻当然不能错过，还好有曼秀雷敦舒效海医生常用消炎止痛成分类别，不酸不痛，精彩不错过。曼秀雷敦舒效药胶布。为了寻找好朋友，缪克先生带着孩子来到台湾。你知道大木瓜？西亚多个你很大在这里啊！大木瓜。他们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发现了木瓜好朋友。严选木瓜加顶级牛乳，够好才能做好朋友。木瓜苹果可可好朋友1300ml家庭号热卖中。您现在收看的是三立都会台。こんなにつけ心地がいいと焼けちゃうって思うでしょ？阿里防晒再升级 SPF 50 Plus PA 四个加，清爽无负担又保湿，超级防晒力就是不晒黑。1.5倍大增量，不能酸。妈妈都是孩子的头号粉丝，精彩时刻当然不能错过，还好有曼秀雷敦舒效海医生常用消炎止痛成分类别，不酸不痛，精彩不错过。曼秀雷敦舒效药胶布。樱花一整年的粉嫩能量只绽放7天，现在你可以天天拥有樱花般的白里透红。全新卡尼尔樱花透白精华乳，富含天然樱花精粹，温和润泽，4周提升透亮粉嫩度，天天绽放樱花般的白里透红。全新卡尼尔樱花透白精华乳，卡尼尔。晨曦海尼根独特风味，清爽顺口，自在进行。全新 Heineken Light， 就是要跳。哇哦，冰镇金巴拉推出了巴拉绿茶，只有1%巴拉汁，就这么好喝，采用台湾金巴拉冰镇巴拉绿茶，金巴拉。您现在收看的是三立都会台。你是我最完美的女孩。这个奥巴还要演很冷的样子。要演冬天的。那么冷是在哪一国呢？当然是那种比较高级的欧美国家，很冷，超冷。现在是摄氏35，有感体温大概是40。我是逆来顺受。因为我相信古今感。可以来碗关东关东煮，阿豪帮我炖个香肠。现在就受到了热咖啡。这种天气喝冰的。我想吃火锅啊，姜母鸭那类。哎，不要乱动啊，等一下你冒汗了。惊吓最流行，热死人不长领子皮外套。Hello， 大家好。这场戏呢是第一场那个我们的十二丁加雨季的状况。麻烦你带几个。我正在这个忐忑不安的状况下，接受他是 gay 这个事实，内心有很多挣扎，因为我内心其实住了另外一个人。在这种 timing， 他竟然进入了我的世界，再度扰乱我的心。各位自己去揣摩一下。哈哈，哎呀，很帅气的皮草。耶，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一道铁板豆腐，超级好吃哦！每次来齐亮家，一定要吃到的豆腐。那我怎么说，一天有3餐吗？我2餐都在吃这个豆腐，而且是一餐一食。
那个是他，其实他也很爱吃，没有到真的很好吃，因为我还没有吃过就是这么好吃的，它有点像是老皮嫩肉，吃起来口感非常好，重点是它的味道相当的 good。就在学不是吃动词的同时，阿斌，你每天要这样做多久？也没有多久哎，还好哎，就是总共大概花个半个小时。大家好，拜拜。谢谢。人家帮你签名啊，自己要打，人家开始帮忙打板。阿布，到时候你家会做一台很大的 TV。来靠，做一台大 TV。小油菜，小油菜，然后上次就是老板。录两分钟。阿布，你要再当摄影师了。我觉得可以。当摄影师。下下下下。好好好。然后那个帅的。这是我去你妈当年做的，喜欢吗？等一下，是谁干的事？我看看谁有没有是不是加了辣椒酱。老板，虽然有时候你脾气很坏，标准又高又固执，但是我很喜欢你，真的很喜欢你。三立都会谈三十频道，每周五晚上10点，就是让你爱上我。